是根据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创作进行表演。做到不倒呢，是因为不倒翁的配重比我们的体重要重很多倍，在演出的时候女孩子只要不超过100斤，那就不会倒掉。在进行不倒翁的演出的时候，我们要克服失去平衡感的恐惧，要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以及表演的状态。在跟游客互动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和游客的安全。手手的这个环节是我们最开始跟游客的一个互动，之后呢，我们拍了一个把手给我的视频，然后走火了整个网络。之后我们这个拉手的环节就进行了创新和一个表演的一个形式。我会做好我的每一场演出，让每一位来看我的游客都不会失望。之后我也会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，为宣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一份贡献。